六位歌手一字排开，架势十足。从他们口中唱出的歌曲，正是去年世大运的主题曲《拥抱世界，拥抱你》。主唱团体 I Want 新势力应正声电台邀请，一出场就带来这首热情奔放的歌曲。正声的老朋友民歌手李明德一上场就用高亢的嗓音带来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更走下台跟观众朋友握手互动，现场气氛热闹而温馨。这是正声广播电台与保险业者合作举办的公益演唱会，邀请原住民歌手团体带来有如天籁般的美妙乐声。我们是老中青三代不同的原住民的歌手，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由原住民他们非常纯粹、非常质朴、非常正向的声音，能够把这个社会上面正向的力量、正向的能量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凝聚起来，这是我们的想法。除了歌手之外，现场还邀请来自南投与台东的国小表演团体，他们身穿原住民服饰，带来精彩的和音、舞蹈以及乐器演奏，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这场原声再现的公益演唱会，也让大家共度休闲的假日午后时光。开播到台北数位新闻曹登华采访报道。